点心呀。嗯，蛋挞。有点烫吗？对，有点烫。那这是什么呀？三文鱼。是不是好好吃？莴笋、菜花，味道好香。什么西瓜？没吃没吃。这怎么又想起来西瓜了？米饭。妈妈，我可以吃蛋挞了吗？急坏了。妈妈，你给我送个马甲妈妈，小心狗别烫着你喽。嗯，太没味了。玩追车呢？你又没车，你出去吃饭？我有专车。那什么专车？滴滴专车。主菜还你。妈妈，我要给我喝点牛奶，谢谢妈妈。蔬菜专场。我是野白兔。嗯。我这有薄荷海苔。肉松。谢谢妈妈。海苔。爸爸，小白头发我都给你弄过，别拿手机了。真相可有人管爸爸。嗯，